主料发面500克，猪肉馅500克，辅料葱花一颗，盐花椒面，料酒，十三香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这里我用的是发面，做法可以参照发面饼，也可以用烫面皮，用开水烫1/3，剩下的用温水和面醒好，用烤剪后醒10分钟，揪成剂子，改成圆饼，在圆心处切一刀，猪肉剁碎，加葱花、花椒面、料酒、十三香，少许油，和匀，把肉馅均匀铺满饼的1/4，把没馅的一角遮起，再折，再折，馅都包住了，盖关，锅中放油，中火烙成两面焦黄，切开后装盘。烹饪技巧：肉馅放在饼的1/4面上，留一面，尽量摊匀，不要放得太满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。